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共展，我是张海老师。张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横拳在推手中如何运用？这是我学过小生，他提出问题啊，说新学的横拳在推手当中怎么个使用？我呢给大家讲两种用法。我先说一下右送步横拳在推手当中运用。然后呢，再讲一下左奥步横拳在推手当中运用。我们先来第一个，右送步横拳在推手当中的运用。下面我给大家把这个动作详细的讲一下双方打手双方打手，左腿蹬，右腿蹬，向前冲步，动作不停动，左手向下 Q 压对方的右臂，同时这个右手紧贴住对方的右肋这个部位。然后呢，轰声一倒，把对方发出耳朵里。我再强调一下动作要点。第一个，动作要迅速。第二个就是冲步。冲步，向下的扣压和这个右横拳这三个动作要协调一致。冲步、扣压、横拳要协调一致。第三需要注意的，这个横拳发力的这个力点儿，在你这个右小臂的这个前端这个位置。第四个需要注意的，这个横拳讲究就是出横不见横，这个不能用。这个你的胳膊横拨对方不能说用你的胳膊去拨对方去，要出横不见横。